2015年 Young Bird Plan 以全新竞赛命题再度起航。本年度我们将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重点建设项目蛇口太子湾建造一座公共文化建筑 In Between 太子湾之间。蛇口是一个新与旧、现代与历史充分交织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历经岁月变迁的旧工厂与先锋展览形式的鲜活碰撞，可以感受到老一代与新一代蛇口人对于城市发展的无限热切，可以在城市中呼吸到海洋和山峦的清新气息。作为中国最具资历的城区和产业园综合开发运营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正在蛇口展开一系列产业转型与城区升级。蛇口太子湾即将是再造新蛇口的飞跃之作。这个有着独特历史背景与发展潜力的城市区域，对所有年轻、真诚、有才华的大脑敞开怀抱。占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它包括多功能展厅、咖啡书店、艺术餐吧以及辅助用房。如何解读太子湾之间这个命题概念？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诠释 In between。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场地关系，一种功能组合，或者一种你理想中的建筑状态。陆地与海洋之间，土地与空气之间，移动与固定之间，轻与重之间，简洁与复杂之间，精神性与物性之间，纪念性与日常性之间，转瞬即逝与永恒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过度开发与处女地之间，人类无法满足的贪欲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当下与永远即将到来的下一刻之间。太子湾之间可以不仅仅是一栋房子，而是一次挑战和面对，一次追问和揭示，一次对生活、社会和自然这个诱人的悖论充满勇气的探索。我们期望你做出属于自己的建筑宣言，跟随 Young Bird Plan 的脚步，让太子湾之间成为蛇口太子湾一道醒目的风景。更多关于本届竞赛命题流程、评选细则、奖项设置等信息，请登录官网下载竞赛任务书在线报名，也可关注 Young Bird Plan 官方微信了解更多详情。第三季 Young Bird Plan， 第三季 Young Bird Plan， 第三季 Young Bird Plan In Between， In Between， In Between， 太子湾之间，太子湾之间，太子湾之间，期待你的出现，期待你的出现。